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18号从连云港运往山东潍坊，这是国内首台运往风场安装并将投入使用的6兆瓦风电机组。这套发电机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，具有独自变桨控制系统、低电压穿越及动态功率调节等国际领先的技术功能。与这一风电机组配套的叶片也是目前国内最长的风力发电机组叶片，达到66.5米。